什么人？厨师你？我没有恶意，我只是个平民，我是听到杜鸦的广播才来的。想要加入避难所的话，必须先进行登记和检查。跟我来吧，检查站在那边。这是想要加入营地的新人，看起来状态不太好，体检的时候细致一些。欢迎来到杜鸦避难所，在进入之前请接受检查和登记。身上多处伤口，你被变异者袭击了。麦克医生，入口处发现伤员，请尽快过来。你还活着，真是太好了。若曼没和你们在一起吗？直升机坠落的时候我们失散了，现在只有我和凯恩回来了。我相信若曼是个幸运的家伙，他一定会没事的。谢谢你。对了，还没向你介绍，我身边这位是麦克医生，他会负责。我是麦克医生，负责杜鸦避难所的医疗工作，有时候也会去别的哨所支援。先让我看看你的伤口。都是一些不严重的皮外伤，只需要简单包扎一下，再好好睡上一觉就没问题了。跟我来吧，我会给你找个可以好好休息的地方。这边走，年轻人，别跑那么快。我这把老骨头可没有你的精力。看看这个地方，你能想象到这里最初只是一堆残垣断壁吗？我还记得很清楚呢。Ken、秀妍、Kesley 是杜鸦小队建设了这一切，并赋予避难所新的意义。河边的农田和牧场曾经是一片荒地，是 Ken 带人找回了作物种子和家畜。主楼的信号塔和直升机，我不知道 Kesley 花费了多少心思才让他们运作起来。他话很少，但很坚强。我们还有一所学校，是秀妍建立起来的，孩子们都很喜欢他。年轻人，今晚你就住在这里，相信我，你会爱上这屋子的。对了，有台仪器需要你带上。让我看看我放在哪儿了。我这该死的记性，我把它落在客厅的茶几上了，那可只需要简单的注册。
这感觉太棒了，感觉整个人都活过来了。身体毒素应该很棒才对。肚子似乎有些胀痛，我得去上个厕所。我的衣服，这些脏污都是什么？沙子、油污和泥土，简直让人难以直视。得赶快清洗一下才行。洗衣机好像在楼下。这东西竟然能用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你看起来睡得不错，我可是警惕了一宿。如果你半夜想搞些什么破坏行为，我可以随时冲进去，然后。我可不是在跟你讲段子，伙计，外面有很多恶棍可都盯着这里呢。不过你看起来不像那样的人。欢迎来到杜鸦避难所，朋友。听说你是秀妍的朋友，如果你想找到她的话，顺着右手边的路走下去就可以了，她现在应该在哀悼墙那里。没想到会在这个时间见到你，你受伤了，应该多休息一会儿。没关系，只是些皮外伤。你们怎么都在这里？那边的人是凯恩？我们正在准备一会儿的哀悼仪式，你可以去跟凯恩聊一会儿，他是杜鸦小队的队长，也是避难所的首领。真高兴再次见到你，我的朋友，请让我以杜鸦避难所首领的身份正式欢迎你的加入。你很快就会发现，杜鸦避难所是个不错的地方，它和你之前待过的所有避难所都不太一样。你很快就会发现，杜鸦避难所是个不错的地方，它和你之前待过的避难所都不太一样。我们在遗落之城并肩战斗过，但我没想到你会是这里的首领。请原谅，在遗落之城那种混乱的地方，我们不得不谨慎一些。毕竟，有那么多的战友没能和我一起回来。我们正在为遗落之城中死去的战士们举行纪念仪式，拿上这朵花吧。哦，对了，仪式之后我会在指挥中心等你，有些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谈谈。我们又送走了很多伙伴，这四年我当时选择成为一名医疗志愿者，跟随老师学习，
就是想要帮助更多的人。在避难所内，我可以尽我所能。可是，一旦离开避难所，我们要面对的还有同类，那些曾经……抱歉，我不应该说这些的。每个人都活得很辛苦，我不应该传递这些负能量。没关系的，谁都会有消沉的时刻。如果说出来能让你舒服些，我愿意分享你的痛苦。谢谢你，听到你这句话，就已经让我开心许多了。我昨天已经帮你申请了避难所电台的权限，你只需要找到通讯员马提尔达，就可以连入频道了。秀妍让我去路口找到通讯员，应该是在那个方向。你就是遗落之城的那个幸存者，不枉我昨天一直在努力呼叫，你做到了。在接入频道之前，先让我向你介绍一下杜亚避难所吧。这里本来是救援部队的一个临时营地，凯恩老大、凯瑟琳还有麦克医生都曾在这里服役，但随着4年前的变故，他们很快失去了与总部的联系，而前来寻求帮助的难民也越来越多。于是凯恩老大带着难民和士兵将这里改造成了一间避难所，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加入的难民之一，要不是他们，我早就成了野狼的食物。那个时候的避难所非常艰难，食物、药品、武器的补给经常短缺，还要随时面临着外面那些混蛋的侵扰。不过我们都挺过来了，而且还将避难所逐渐扩展到今天的样子，我们甚至拥有了稳定的电力和自来水。哎呀，差点忘了你是来接入电台频道的了，它就在桌子上，接入后请不要忘记和其他人打个招呼。距离爆发已经过去4年了，我本以为局势已经稳定，但你应该能够感受到外面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。突变者的活动越来越频繁，数量也越来越多，这些都意味着他们正在发生二次变异。而那些不择手段，通过四处劫掠迅速壮大的恶棍们，也修建起了自己的基地，拥有了强大的火力。那边的电脑里有关于他们的详细资料。4年前，他们蜂拥而至，摧毁了我们的生活。在城市崩溃后的几年，他们并无可避。我和仅存的杜鸦救援小队成员逃离城市，搭建了这个避难所。我们搜寻幸存者，提供食物、水和安全，寻找哨所，成为互相依靠的盟友。但现在有人想夺走这一切，避难所面临着比他们更可怕的敌人，不择手段的掠食者，残忍疯癫的小丑帮，四处拦路劫掠的夜宵，火力强大的沙鹰。这里已经是我们最后的堡垒，我们需要你加入杜鸦小队，重新带给大家新的希望。加入我们，杜鸦需要你。
现在的杜鸦避难所，不仅仅是杜鸦，是所有的幸存者都已经站在了悬崖的边缘，但我们不想沦为暴徒，也不想再次流亡，所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护自己，才能让所有人。你也要知道，在这样的世界里，信任已经成了一种奢侈品，所以我们必须用行动来证明。无论就在刚才，如果我们能够帮助他们度过这次危机，我希望你能够保护秀妍前往红木哨所进行支援。你可以去找凯瑟琳，她是我们的战斗专家，我相信她会对这次行动有些好建议。我是凯瑟琳，原灾难救援部队中尉，现在负责避难所的防卫和战斗行动。我听说了你在遗落之城的表现，我相信你对于枪械的运用已经足够熟练，但身为杜鸦的新成员，我想有些内容你需要知道。除了杜鸦，这块大陆上还分布着一些小型避难所，各个哨所现在都处于发展，但很多回报丰厚。作为新人，这些知识，至于子弹和食物补给，如果你想了解自己的战备物资储备是否充足。凯瑟琳说的对，危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，我必须装备好自己。这批东西质量很……出了避难所，欢迎光临，我的朋友，让我猜猜。你是避难，只要一次性购买50发子弹壳。子弹已经足够了。接下来需要补充食物和水，想买点什么？欢迎你新朋友，不过这是第一次加入，你应该知道在这样的环。凯恩队长正在呼叫你，请尽快前往指挥中心。